财经消息，咱来看建中北一路是真有名的学校，是设校伫日本时代已经有一百年啊。今日拜六，头一遍两间学校做伙办校庆舞会，上千个学生来参加，即摇滚的歌曲甲跳舞，展现少年人的热情甲活力。庆祝学校成绩，学生啊，甲篮球场变作是舞台。建中甲北一路校长甲穿制服，两人踮台顶跳舞，为舞会来做开场。台顶在跳舞，台下拢是北一路甲建中学生一连串的歌曲，台顶甲台下拢充分展现少年人的青春活力。台上的表演会比较多，超赞的，超赞的。我办的也是建中的北路，今年是头一摆做伙办校庆舞会，那是学生真欢喜，参校长拢感觉这款的合作会当给学生有一个无同款的回忆。有这样的好的基础，以后应该要有更多不同形式的合作。从这个活动里面可以看到两校的学生，他们那种合作的精神，共同完成一件大事。行过百年校庆，一百十二岁建中，甲一百零七岁北路，第一天暗时，大家拢正青春。北一中山，记者庄报道。